哎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胡子兄弟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玛丽。我们现在马上到温宿县的这个托马尔大峡谷了啊！今天这边开城门搞活动，中国神奇天山啊！看到前面的城门楼子了吗？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大神，这是大峡谷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吗？嗯。你好好说，上次我们是不是来过啊？没有。这个城门楼子修起来我还没来过啊，这城门楼子修起来你没来过，对，但是之前的时候你来过，里面去确实去了好多次了。对对对，喂，兵马俑迎接我们吗？你这是创兵马俑吗？人家是张骞出使西域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刚才距离有点远。嗯，还有墨子队。嗯，还有骑马的。哎呀！丝绸骆驼队啊！今天的开门仪式来的稍微有点晚了，但是这地方还是挺热闹的啊！里面还有表演节目，还有这个骆驼队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简单的进去看一看，完了后我们就往跛子村方向走了。中啊！乌孙古道0公里起点啊！天山托马尔景区，古墨城楼啊，是不是在阿克苏市也有个古墨城楼？古墨亭，今天的风有点大，而且还有点小雨啊。是吧？可是你不冷。看到这个大峡谷的老山门了吗？我们马上就到了，走得近一点，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一些。不过从远处看这个大峡谷，现在真的很漂亮，很壮观啊。这个天气的大峡谷就像水墨画一般的。